们今天呢来到我最喜欢的这个是做很多动漫跟一些这个很特殊的这个电脑绘图，当然还有花艺哈。我们来到了基隆的这个安卡利阿卡利，那我们等一下呢要来了解一下，他们过去也帮基隆呢创造了一个虚拟的一个偶像。那这个虚拟偶像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故事呢？我们来请教一下小白老师。那以前你看这个就是你帮我们二信中学来给大家看一下，二信中学有看过二信中学学生长这个样子吗？真的太棒了，太可爱了。对，来，那这个就是我们做的一个基隆的虚拟代言人，虚拟代言人，对对对对对。那它是以动漫为主。对，那以前就是有做过很多的周边。对，那借由我们去摆动漫展，让更多人认识基隆的场地、它的风景。那既有一个这样的观光角色，那可以推荐说，哪里有好吃好玩的，啊，假日可以去哪边？尤其是现在基隆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下雨了。是，对对 对, 对。那之后也会就是做一个虚拟的 YouTuber 来去做基隆的形象。是。对，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真的很棒，而且那个。如果能够把这个虚拟的偶像啊做成这些哈，像这个是文件夹啊，或者是我都会帮小爱买一些可爱卡通的桌垫啊，这个其实帮整个家里面的整个氛围哦，就增添了很多一些，会变得很可爱，对，很可爱，很温暖，很可爱。其实因为我有女儿啦，那个妹妹也很可爱啊，对不对？啊，对，所以这种爸爸有女儿的最可以体会我在说什么。对，只要女孩子小朋友看到很喜欢的东西，哇。那爸爸就很开心。对，女儿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她都说这是漂亮的小姐。对 对。而且你这个跟我的意向都很像嘛，我就是说希望基隆成为最有爱的城市，对不对？对。那、是不是我们没有套招嘛？像这一个，你这个变 Love and Keylong，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跟我的理念、跟我的想法其实一样。我是不是说基隆要成为有爱的城市，对不对？像是这个角色，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他叫什么名字？他叫吉古拉。哦，吉古拉就是我们那个吃的，对的那个小吃的。吉古拉，因为就真的是基隆才有的东西。对对，这是基隆才有的。对，也应该说，基隆才有这么样一个名字的美食。嗯、当然，其他地方可能有类似。他们做法也有一点不一样。有一点不一样。对，基隆有基隆的特色，有基隆的味道。对。画面上是国民党基隆市参选人谢国梁拜访位在基隆市爱路上的动漫艺术工作坊。这个工作坊里面呢，提供了学习电绘动漫的技巧、实体水彩等等的课程。从一岁开始，小爱嘛哈、对企鹅就是爱不释手、我们家里有各式各样的企鹅、然后有只要认识的朋友就有一个名字是他的名字的企鹅，现在很多，所以今天可以跟你学习画一下。教企鹅，然后晚上可以拿回去给小爱。可以可以，太好了，做一个企鹅。这边呢、对，好，那委员只要对他对着这个镜头，看着这个角色的脸，你笑，你嘴巴动，他就会跟着你动。你可以先感受一下。然后你眼睛张大，他眼睛又张大。头啦，哈、对，好好好好好。未来，谢国梁希望盘点老旧的政府机构据点、闲置的土地，来活化空间，形成艺术家聚落，期待吸引更多的在地青创跟艺术家根留基隆。记者黄日升，基隆报道。